嗨，我是宝可梦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非常的有趣，是永丰大户的周年生日庆终于来了！哇哦，我们大家一定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哦。就是终于，我们等了一年，我们永丰大户数位账户终于来到了450,000的开户数了。哦，那我相信我们自己开宝帮这边应该也贡献了不少的这个客户哦，所以呢，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很开心的讯息，就是他的生日庆从6月17号开始到8月31号，到底有什么好康？本团又能够给大家什么有趣的东西呢？我们一起往下看吧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的画面哦，就是周年生日庆非常漂亮的这个书法字型，好来祝贺他。再来呢，今天有两个重点，第一个重点是我们官方的活动呢，新户最高250元回馈金怎么拿？好，等一下会介绍。第二就是，我们卡板帮有加码，那这个加码的东西又是什么？可以拿到什么好康？我们接着往下看就知道了。第一个重点，好，官方的活动呢，好，你在我们画面上有看到这个 QR code， 也欢迎大家就是拿起你的手机，赶快来扫描一下，进入永丰大户的官网。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来跟大家介绍这一次的生日庆有什么好康哦。我现在先来把这个画面打开，哎呦。等我一下哦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这个永丰大户的这个画面了哈。这个大户的生日庆呢，哈，他这个画面做得非常可爱。我觉得这个大户为什么老是用一只老虎？有没有可能是他们接下来主要的这个吉祥物就是大户呢？哈，非常有趣。如果您之前都还没有就是使用过大户这个产品，而且现在才要正式的入手的朋友，现在新户可以做到什么东西呢？可以 A 到什么好康呢？第一个，好，新朋友最高250元。振兴金200，好，在这边呢，只要输入官方代码 HBDAY 开户，就可以拿到这个所谓的200元，哦，它是抽617名，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就是它有一个 Seven 购物金50，你只要开完户之后来填写这个所谓的属性问卷书，成功的话呢，就可以再拿到50，所以加起来就是200加50，加起来最高是250。提供大家参考。那如果您自己本身是旧户，本身就已经有大户这个产品的朋友呢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写到好朋友拿3C，有这个所谓的 Apple Watch， 好，然后或是 AirPods Pro， 好，都是有机会可以抽奖的，好。那完成以下任务就可以了，比如说登入大户 APP， 他们大户 APP 其实很漂亮，之前我跟大家介绍过了。第二个，进行换汇，好，其实你也可以搭配这个永丰的必备卡，好，来进行换汇的部分都有让分，而且就可以拿来这个参与必备卡的活动，拿高利，好，非常高利的刷卡回馈的部分，很不错，好，那他这次有跟黄小梅合作，这个所谓的commercial， 好 ，commercial 的这个 CF 的部分可以看，好，非常的可爱，好，那最后的话，他6月17号有一个登岛活动，不知道大家有参加吗？好，可能还好，但没有关系，我们先往下看哦。这个他这次的这个活动任务的部分有四个项目，你们看这个画面就知道，说他第一个就是申请大户数位账户，并且输入 HBDAY， 那么就可以这个现金礼一共200个，617名开户以内都是拿200，超过可能用抽奖这样子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只要写这个所谓的属性问卷，那么填写成功之后呢，就可以再来就是还有一个就要在 LINE， 好，永丰的 LINE 上面进行官方的这个账号绑定，成功就可以拿到50，所以加起来是250。那么第三的部分呢，如果你是下载我们的大户的数位账户 APP， 并且在活动期间登录一次，就可以享有这个所谓的抽奖机会，也别忘了就是要完成永丰的 LINE 官方账号绑定哦。好，第四的话呢，就是使用网银、行动银行或是大户数位账户 APP 来进行换汇一次，好，也是享有抽奖机会。好，那么最高就是送出 AirPods Pro 一个，或跟 Apple Watch 一共是5台，好，一台总共2个人，好，所以总共是送5个，好 ，AirPods Pro 已付送3个，然后 Apple Watch Series 5一台，好，总共是送2个，所以加起来是送5个，好，所以你会发觉说，他们其实也是有认真在对待自己的粉丝，就是说他们现在有一个新的产品上市一年了，然后也很愿意就是举办一些活动来回馈大家这样子。好，所以这边的话，你可以看到说，如果你现在是新户来申请的话，你可以拿到上面最高250，再加上抽奖机会。好，所以呢，你到底可不可以拿到这东西，这有点难讲了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卡爸爸要跟大家讲的另外一个好康，好，赶快来看一下哦。我们这边的话呢，自己也有准备了哈，我们有跟大户要到了我们这边
开发邦专属的好康，好，有我们有70组的大户悠游卡，好，要送大家。那到底这个大户悠游卡这种限量赠品长什么样子呢？来，我们往下看，好，噔噔，它就是长这个样子，好，有没有觉得说，哎，其实还蛮有质感的，就很像是一个 IG 的那个图的那个大小哦。就是如果你很常使用 IG 滑滑滑，你会发现，哎，它这个长条形的设计中间有这个图，好，这真的很像是我们 IG 在发文的这种感觉哦，就立刻拍哦。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这个东西的话，也非常欢迎你上车哦。那在这边的话，你再看到哦，这是另外一个角度的拍摄，也是一样非常的觉得还蛮心动的，就是哎，这个东西是一个限量的赠品哎，好像就是如果不是参加这个活动，几乎不太有机会可以拿到这个东西哦。那这是第三个，再近拍一点点哦。接下来问题来了，到底要怎样才能够拿到这样子的专属赠品呢？好想要哦，怎么样才能取得呢？好，很简单，我们这边呢提供了方式，好，几个不同的跟团的方式让大家参考。第一个就是哦，你现在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，扫描画面上的 QR code，那么就可以来就是开户。开户的话呢，它预设就已经是 CTJUN，那么你就有机会可以拿到我们这个专属的抽奖的部分。我们这次提供50组，好，这边往下看。同享官方优惠，就是你输入这个 BDHAY 跟 CTJUN 的部分，CTJUN 的效力是大于这个官方的这个数据，所以官方的你都可以参加。那么这个本团的部分呢，你还可以再加码抽我们这个50组的大户专属悠游卡。好，这真的是限量50份，到底这活动你可不可以拿到呢？这个非常的难讲，但是如果你想要赌一把的话，其实有机会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这个活动是6月25号到6月30号，也就是只有6天。好，这6天之内，你只要是从未申请过大户数位账户的朋友来上车，都有机会拿到，好吗？OK。第二招的话呢，就是我们其实也额外邀请了，就是我们跟大户拿了20组这个旧户的部分要送大家。只要你是首次申请永丰信用卡，好，你之前不是申请大户卡或者是必备卡的，好，你是以新户资格来申请永丰信用卡，并且跟上本团 MGM，那么我们就会从中间抽出20个幸运儿直接送给你。好，那你会想说，奇怪，那这个跟大户又没有关系，为什么就是要这样子做绑定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我们一样要有收入才能够回馈给大家，所以我们邀请大家以你的永丰新户资格，就是半年之内都没有申请过任何永丰信用卡的朋友来上车，那么你就有机会参与这个抽奖。好，那你的资格很简单，就是从我们这个下面留言栏的部分，我们这个资讯栏我们会有完整的这所谓的上车连结，点下去之后申请你的永丰信用卡，核卡之后呢？认刷哦，刷多少钱？我们现在的活动应该是刷900，是不是？好，刷900的话呢，那么拿你的签单跟卡片正面的拍照呢，来回报我们的系统。我们在7月15号之前呢，会收集完资料，并且哦，我们会抽出20位加码的幸运儿得主。这20位幸运儿呢，抽中了，我们就会主动跟您联系，请您提供您的地址，我们就会把东西寄给你了。就是这么简单，好，所以如果您是永丰大户新户资格，而且是今年1月到6月上车的朋友，好，都有机会可以抽中，好，我们开板帮就是要对大家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如果我们有机会再拿到更好的奖品，当然我们还会再设计活动再来回馈给大家，本团就是要对大家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好，所以这两招有两的方式很简单，第一个就是新户开户跟团，第二个就是新卡新办卡开户跟团。也别忘了，就是千万不要一开始就申请永丰大户现金回馈预期卡，因为这个没有在我们 MGM 的范畴里面，所以你一定要先申请，比如说永丰现金回馈 JCB 卡，成为旧户之后再来加办永丰大户现金回馈预期卡，好吗？好，那其实你会发现说，我们跟大户的合作这么久了哈，已经有快半年了。好，我们每一次都有不同的进件代码，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优惠，好，所以大家就是可以特别去注意一下。其实每一个档期都有它好玩的地方，那么你可以看看说你自己是符合哪一个档期的，那么你就可以参加那个档期的活动。好，所以一定要特别去注意不同的代码有不同的优惠哦。简单来跟大家举例哈，你来看一下这边，我们最早今年2月的时候是 CT2020。CT2020 的话呢，是大户小爱在一起哈，活动 combo 最高是这个所谓的900，好，所以你如果是写这个 CT2020 的话呢，你是符合这个资格，就可以进行参加抽奖，好，然后我们是当然前250名都有送这个200块加码吧，
好，所以这部分呢，活动已经结束了，所以不能你再写 CD 2020不会有任何效果哈。但是就活动就是一档一档的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就是 CTAPR， 好，那我相信大家这个一定很熟悉，我们这是四月份的活动，好，那就是邀请大家就是来开户，然后你就有机会可以拿到我们这个所谓的大户证件套哈。我们那时候好像是有送出100组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旧户的部分的话，我们自己本身就是有举办一些存钱的活动，然后我们有再送出10组。好，之前的话呢，就是奖品都已经如数送出去了，好，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参考一下。活动过去就没了，就没了，好，这个也没了，所以很可惜。好，但是现在还有一档还在跑的是我们的 CTMAY， 好，就是我们的大户爱马仕的这个香沐浴香氛组。这个沐浴香氛组的部分呢，我觉得大家就是如果你输入的是这个所谓的CTMAY， 那么你就有机会把这个带回去。我们现在都还在这个所谓的跟团上车的活动当中，好，跟团上车的活动的话就是到6月30号。那旧户的部分的话呢，我们是邀请你一起来做这个所谓的换汇，好，换8万就是8次抽奖机会，换20万就是20次抽奖机会。那你如果是我们卡板帮3位 KOL 的超级粉丝的话，我们每个人就直接给你1次抽奖机会进来，好，说不定你就有机会把这个超级漂亮的赠品带回去。我们一共加码3组让大家做抽奖这样子，因为数量如果多的话，我们大家每个人人人有奖，但是如果数量少就没有办法了，就是还是要用抽的啦，所以大家就是还是没办法，还是要就是大家还是要稍微拼一下运气这样子。那目前最新的话是 CTJUN， 这是快闪活动，从6月25号到6月30号，你如果是在开户的时候输入 CTJUN， 或者是点我们下面资讯栏的专属办卡连结，它会自动带入 CTJUN， 你一样可以参与这个所谓的非常精美的大户悠游卡的抽奖。那我们是希望冲一波啦，希望能够冲个50个人，那这样子我们对大户可以交代，然后也可以顺便祝他这个所谓的生日快乐嘛，大陆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， 就是这个样子。也希望今天的影片呢能够对你有所帮助，如果你觉得还不错，包括我讲的东西对我是有帮助的资讯，也欢迎你在下面呢赶快来订阅好不好，然后小铃铛记得开起来，那么最新的消息就会立马通知到你家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是每天都会分享最新的信用卡、银行、理财相关的投资资讯新知，欢迎你觉得有帮助赶快分享给你身边的亲友，让他们一起来学习，一起来成长，一起来迈向财富自由，好吗？我是宝可梦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